那就是忘恩负义。陛下，不知道傅尚宫现在？参见陛下。被抓住的内侍说，方向他们被关在大殿里，你怎么样下手？是。宗剑修留下来保护陛下，燕修让圣主力跟我来。是。 傅尚公，该上路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有人嘱咐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你们武侠世的下场。放开我！喝！放开我！喝！不要！给我喝！放开我！都给我站好，别耍花样，把他们都给我杀了！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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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燕子放你这个叛徒，原来禁卫所失火，西南公主死而复生，都是你干的好事儿。我们做海盗的从来都是两面三刀，没有永远的主人。不过，有永远的兄弟。马海虎的下落你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，他早死了。我现在就送你跟他团聚。你必有恶报。西南，楚令，我在这儿。楚令，盛楚木，你能来的再晚一点吗？原来你们是一伙的。你猜？你刚把严子方设为禁军副统领，我就把他招安了。想知道盛楚令的下落，就得听我的。你想再见到陆盈盈，也得听我的。你知道他的下落？我不知道。可是守儿知道，就要看你愿意为你心爱的女人付出多少代价了。怪不得你能从山庄里活下来，原来是有严子方做内应。哼，那次坠崖就是严子方帮我在你面前演的一出好戏。
逃生路线一早就商量好了，山崖里准备有应急的绳索，我特意在背后塞了铁板和血包，就等你射来冷箭。说是中箭身亡，掉下山崖，其实我就攀住绳索藏在你脚下不远，事后搜查崖底，严子方还买通了你两个手下，果然把你骗惨了吧。不过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杀！保护大臣。小心呢。卓儿呢？被雨禾抓走了，不知道在哪个房间。撤！走，你去追覆水，这里交给我。楚令，我在这儿。楚令，我在。有我在，我保护你，怕什么？可是你都流血了。哦，有点血不更男人吗？谁说的？小二，楚令，那边，还有那边，检查有没有活口。是，那边去两个，还有那边。启禀将军，刚从一个回来的内侍身上搜出一封密信。陛下，陆云锦违抗圣旨，他临阵脱逃，已经到大苍山了。哎呀，儿调走附近护兵，如果陆云锦成功逃逸，儿罪该万死。谁说陆云吉能过得了大苍山？父亲，我们逃得掉吗？哎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现在不走，以后再没机会了。我们做了太多不会被陛下原谅的事，事到如今，也只有这一条路了。上面有人。吁吁，吁，盛孝敬，你想干什么？做这个梦吧。陆云锦，没有陛下的诏令，准备擅自带领大军去哪儿啊？我没有诏令，难道你有诏令吗？啊，我还真有。你杀了陛下派去的户部主事杜宁，陛下能不对你留个心眼吗？盛孝敬，臣在。记住，
陆云锦如有辩解，你就是朕的杀手锏。臣领命。陛下早就算到了，你如果公然抗旨，带领大军想要逃走，那么一定会经过大苍山的峡道。你是乖乖的下马投降呢，还是与我老生较量一番？父亲，与其受辱投降，不如拼死一搏。不可轻举妄动，绝不可轻举妄动。父亲，陆琪，你记着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一切罪责都由为父来承担。父亲，这一点小屈辱，为父还是能承受得住。父亲，陆云锦，宁愿投降。Ha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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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!